这扎个小辫儿还给你扎郁闷了，这还能不能抬头挺胸？今天不家里来个女主人嘛，然后给小画家整个小辫儿，然后结果就这样了，就拉个大驴脸。我才最美，抬头挺胸，乐一个，来展示一下你是姑娘的风采，来，哎，漂亮，你看这多好，哎，乐一个啊，真漂亮。那好多人一听金毛旺财，男孩吧，好多人都以为旺财是公狗啊，结果啊，事实就是金毛旺财是一只小母狗，哎，你看，非常的漂亮啊，我才最美。